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翻嚟睇超楼 gamer， 又系楼主，继续玩魔兽世界地精猎人。上集我哋开始帮呢啲螳螂人啊，开始帮螳螂人，算唔算帮佢哋做嘢？帮佢哋啦，总之咁就开始发现原来有啲螳螂人系好人嚟嘅。咁啊，某啲原因啊，令到佢哋螳螂人个女王好似出现咗一啲奇怪嘅嘢，令到佢哋开始展开一啲侵略嘅行为。咁我哋就要開始幫佢哋啦。咁我哋嚟到呢、這個，我睇咗字典啦。依個讀個悚字啊，原來悚然荒野，我都諗都冇諗過依個讀個悚字。我啲中文程度太差。咁啊，繼續喺呢個悚然荒野做任務啦。首先要攞呢個咩樹英嘅碎塊，喺邊度攞？點攞？四圍飛下先。哦，依啲，我冇办法一嘢搞掂佢哋，冇，可以咁样咯。喂，攞啊！咁都唔难，呢啲打咁细只嘅嘢，仲要打咁多咧，你冇范围攻击真系好恶搞。咩事？出錯招，好耐冇玩過啦，已經幾年冇玩，唔識用啊啲招。仲邊度有嗰啲烏蠅啊？睇下先，個範圍依度，我應該飛翻落下面。我而家係出咗個範圍，反而啊。應該依度開始多係啦，好，唔係用依招，唔係用依招，依招係啦，依啲係咩嚟噶？琥珀分流唔知啊，好。欸，我哋要殺嗰啲鬼喎，原來都啱曬。目前好順利啊，除咗我唔記得點玩之外。呢啲唔會關事啊！我會打到佢咯，但係你信唔信啊？係嘛？仲係好難用，我唔係好掌握到，仲係好齊啦！而家爭殺多三隻鬼，好多礦物喎，依度其實點解咁多嘅？可以等我攞曬佢先，經驗值好緊要啊！好，
哇！依度好多鬼喎、啊。我喺个石后面偷袭。喂，关只狮子咩事？我哋好似唔识佢。仲可以捉佢添，打落只兔仔受伤。我哋可以翻去交任务啦。咁但系我会顺住个细掘矿掘住咁翻去，拗多啲经验值。佢系咪会过嚟啊？佢冇啊，佢转咗弯。Good。冇养分我就会死喺依度，咁应该就够啦。蘑菇系我哋嘅共同敌人，或者仲有其他嘅，我哋等住睇啦。We will see。我必须去向卡拉西回报，如果唔系情况危急，佢哋唔会叫醒我。你唔系完全冇用嘅，因此我会放过你一命。议会或者能够用得上你，咁串嘅。去依个悚然荒野中央嘅卡拉西菲斯，揾依、這个。哦，就是找回他了，就是。他不可以叫他，他可以，如果你对螳螂人很好奇，我会在卡拉西菲斯的路上告诉你更多，如果不是，那就让我好好工作，带我咯，我们可以听他讲话，是吗？哦。I am Kill Rook, 好搞笑啊。佢系远古嘅战士啊，佢话喺佢哋嘅时代，依度有一个蘑菇堡垒，当时能够将佢哋嘅血喺长城涂喺长城上面，系佢嘅荣誉。由于呢啲功绩，人哋称佢为圣堂。佢哋系暂时保存喺琥珀里面嘅英雄，以备帝国需要被修正。好型啊！我哋系嘛，坐喺佢背脊。他不說話了，他又說他一直介紹，但他沒有再說話了。去哪裡啊？我們喚醒者，燃燒土地，污染樹木，是怎樣的力量呢？我們是去這裡。王宮，這個不是我們的做法。我明白为什么卡拉西会被迫采取行动了。这个是由我们最睿智的文化领袖所组成的议会，他们负责监督女王的权力。如果他堕落腐败或者会危害到我们的文明，卡拉西誓言就要推翻他。仲有其他好似我咁样嘅人，每个时代嘅圣堂都会被冻结喺时间里面，安全地埋藏起嚟，不受女王低语嘅影响。我哋只会回应议会嘅呼唤，系贯彻议会嘅意志之后，先至会再休息。喂，依度喺边度？我哋要嚟依度，卡拉西菲斯，依度就系卡拉西菲斯 ，Glassfisi， 哇，啲好大嘅螳螂人。好核突啊！你哋呢个系神圣嘅卡拉西会议场所。如果你聪明嘅话，就唔好出声，等我嚟讲嘢。我唔系好聪明嘅咋。佢话你醒啦，卡拉西亚提克咧。
呢打地雷星堂系咩？打地雷星堂嘅咩污秽嘅生物？你带咗我们星堂的哦，佢带咗啲咩污秽生物嚟星堂？你派去卡拉西亚已经死咗喺女王爪牙手下啦。呢个脏东西打败咗女王嘅手下，并见证我嘅觉醒。我哋唔需要下等种族嘅帮忙，将佢赶走。我系咪下等同你打过咪知咯？遵命啊，卡拉西亚。No. 唤醒者或者能够派上用场，唔理系用咩方法。替虫群当炮灰啊，或者有用嘅。好串啊！我想杀咗呢个人啊，串就要杀佢噶啦。喺呢个战乱嘅世界就系咁啦。我相信卡拉西嘅意志，佢哋知道点样先至系对我哋人民最好。宫殿前帝王之巢嘅存在已经变成令人难以忍受。窝巢守卫加速新嘅群生幼堂嘅成长，将污秽嘅杀之能量渗透到佢哋体内，将佢哋送往长城。卡拉西希望抵挡住恐怖窝巢中不停产生嘅群生幼堂。殺死嗰啲守衛啊！成句我都唔知佢講乜。Show no mercy。幹枯化嘅螳螂人只有兩種本能：殺戮同埋進食。佢哋互相攻擊，吞噬弱者，只留下最強嘅螳螂人喺長大成熟。嗰啲蟲群中孵化出嚟嘅螳螂人，即係所謂嘅幼生群生幼螳，已經屈服於我哋嘅敵人。參齊爾窩巢中嘅群生幼螳已經被污染。他们生于阴影与木压之中，不是受饥饿驱使，而是恐惧。他们不配作为虫群，你必须消灭他们。 OK， 杀三十只，他可以载我去，不过不用了。你又是谁？柯尼克，你小只一点。某个卡拉西亚向信号塔发出低语，信号塔将低语传向远方，传给其他的信号塔，传俾螳螂人，再传俾圣堂门，低语再反弹翻嚟，传回卡拉西嘅儿女。透过呢种方式，我哋可以掌控一切。附近有一个塔，十分安静，唔应该系咁。佢必须为卡拉西而歌唱。修复信号塔系我嘅工作，但如果你为卡拉西服务，或者你可以为我服务，去修复呢个信号塔，我会喺呢度等。咁都得，你直接将你嘅任务交咗俾人做。你呢，卡拉西軍水官，你怎麼會認為我會將東西賣給你啊，外來者？就是你啊，低下的東西，你現在為我工作。參齊爾隱世的琥珀刀是全帝國最好的武器，如果你離開這裡沒有馬上被這種刀刺穿身體，就盡可能帶一些回來給我。我想確保我們有充分的武器庫存，以備不時之需。那你是不是賣東西給我？是啊，他賣東西給我。都唔系，你要买，你要有系咯，同佢哋嗰个咩友好度，要去到崇拜佢先会买俾我。但我可以买嘢俾佢，你咪又系收我啲嘢，讲到咁串。咁我哋而家系啦，飞过嗰个做任务先咯。你载我啊嘛，系嘛？准备好出发。我唔会让你落在高塔附近，唔好太习惯呢种事。我已经习惯咗啦，冇噶啦你。几衬啊，我哋两个啲色系嘛？你呢度都有任务，系咪有？哦，有个琥珀，我哋要唤醒佢。睇嚟呢啲串嘴螳螂。以后他们又叫串嘴螳螂啊，这些就是那些塔，可能是塔就在这里。我会空中掩护你，动作快。哇哇哇哇，你这样叫掩护我？你整蛊我啊，大佬，你黐孖筋。
即系总之呢啲就系坏嘅螳螂人啦，我哋要对付佢哋。呢个系点啊？当水晶开始嗡嗡地运作，一个刺耳嘅声音渗入你脑海。水晶向卡拉西歌唱，佢哋感应到有个圣堂喺塔东边嘅巢穴里面。咁就窝巢守卫，正试图污染呢个圣堂。揾到呢个圣堂，将你嘅双手放喺佢嘅呼拍块上，卡拉西会透过你嚟传送低语，让佢得以自由，尽力保护佢啦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即系依度嘛，系啦。依啲点睇都系天谴军团嗰啲内忧族。佢哋系有啲拉能嘅睇到。咁我哋喺依度杀落去咯。明明咁渣，但系咁串。但佢话杀死嗰啲幼童，我都仲系一个都冇见过，暂时。我而家杀呢啲系，哦，而家先一个，又唔同嘅呢啲，哦，幼螳应该系呢啲喎，系嗰啲细细只嗰啲螳螂仔 ，OK， 捞趴盘，嗱，我哋越嚟越劲啦，已经 feel 得到劲啦，系嘛 ，shit。哇！佢就系咁样空中掩护我哋，多谢你喎，真系。顶住顶住，嗯，一嘢重击，搞掂佢哋。你又点？唔容易啊！一次就打咁多人。唔系猎人嘅强项啊！打咁多人真系，咁杀埋呢个先。仲有几多只要杀？仲有十只，杀得咁慢咩？我好似六只六只咁打噶咯。有时都唔系好知出咩招，真系有少少乱啊，因为人多。得翻一隻，你先落嚟幫手。呢啲都要殺噶啦，阻住曬。呢個鬼殺水晶係要執嘅。哦，就係呢個鬼殺水晶影響啊，唔係。呢個人喺度射啲核波，嗰只聖堂嗰度。執咗嘢先。
窝巢守卫似乎是用这个原木的白色水晶作为魔法聚焦处，凝视水晶内部，你见到黑色烟雾的黏皱竹梳在中心扭动。卡拉西菲斯女工人会比较了解这个东西，她会知道为什么这个东西被掉在荒野中，拿走它。杀了你们几个，这些骷髅东西，再杀了你，搞掂，掂住佢，咁佢就醒啦。哦，毫发无伤嘅叫咩啊？马力克，喺佢苏醒前挡住虫群。唔擅长啊！呢啲打咁多敌人，挡住咗啦，系嘛？冇啦。又嚟！佢仲喺度呕紧，可能佢啲琥珀入晒个内脏里面咧，而家要呕翻出嚟，干净咗，咁就冇事啦。哦，佢只大嘅。冇啦，系嘛？呕完未啊？你阿哥仔，你得啦。我听从卡拉西嘅召唤翻嚟啦，大师兄翻嚟啦。好啦，你走啦。咦，我哋都完成，我哋可以翻去挂矿先。点咧？关唔关你事咧？我喺度挂矿，我哋好似天赋都升咗一点。有啲咩招好升啊？我哋爆裂射击伤害提高8%，爆裂射击二招嘛，系咯。又有关速度提高。都好啊，提高攻速。我哋翻嚟啦。你先啦。引誓以佢哋身上带嘅刀刃为傲，我要呢啲刀刃出现喺我嘅武器架上面。如果一切按照计划进行，卡拉西不需要你的帮忙，亦都可以阻止到女王。不过我的职责就是做好准备。串嘴啊，你继续。你知不知道这个玩意是什么？是琥珀啊，但它被恐惧玷污了。我不期待你这些外来者会了解这件事的意义。琥珀就是力量，它带来力量。你俾我带嚟嘅呢个东西，恐怖嘅琥珀，简称恐珀，已经被扭曲啦。佢系恐怖嘅结晶。佛尔直刻清楚呢件事，佢嘅奇珀利完全被杀吞没。佢哋用呢种恐怖琥珀嚟催生佢哋嘅虫群，把佛尔直刻数据者，佛尔直刻数据者用嘅仪式里面嘅嗰啲水晶带嚟俾我。卡拉西会研究佢哋，决定摧毁嘅方式。好鬼复杂嗰啲名嘅，黐线！我而家对鞋系冇核突，阵间换翻咗先。救我你啊！螳螂人生来就系缺乏头脑，但系十分好战。参与虫群并不止一种文化仪式嘅演进，亦且系我哋让我哋生理趋于成熟嘅催化剂。只有呢种战场上生还嘅螳螂人可以由虫。群生幼唐发展成心智成熟的独立公民，即是战斗民族的他们。我的睡眠被突然的梦境打断，那个是 无法言述的可怕梦魇。接着我就醒了，卡拉西已经跟我谈过，我收到命令，有很多事情要做。那怎么他又讲话了？是的，毫发无伤的马力克，你连一点小擦伤都没有，但你的长击杀死了无数敌人。
而仲有好多更数不清嘅敌人攻过来啊！卡拉西亚能在需要嘅时候派上场，我荣幸，咁就让你出力啦。去军需官嗰度将自己武器装起嚟，然后就小虫们随时供你使唤。遵命啊，卡拉西亚！呢、這个柔软嘅家伙应该好合用，嚟啦，唤醒者。柔软嘅家伙系咪讲紧我？我转头过去啦，加埋有冇先？又少咗几个可以攞去喂昆虫嘅伴徒，点解用呢个昆嘅？昆內的昆，他們的卵應該要暴露在溫暖的陽光下，和百萬雙翅膀合奏的歌聲中，至少再多十年時間。女王要為他犯下的罪付出代價。即其實他們這些蟲群，他們不是幫助女王，他們是女王有事他們才出來，如果女王沒有事，他們永遠地沉睡。即系呢个系统有啲似我哋而家现实社会政府，即系有个立法会咁样，类似监督住政府运作咁样咧。所以你从帝国嘅魔爪中存活落嚟，你好有韧性。卡拉西听到北方有另一个圣堂，就喺奇帕利沃尔被杀灼焦咗嘅根部附近。呢个圣堂发出恐惧与苦闷嘅哭喊，已经冇救啦。卡拉西希望杀咗佢，击败佢，完成任务之前唔好翻嚟。第一，佢哋冇话，哎呀，多谢你啊，帮我哋麻烦晒啊，冇啊，个个都好串。可恶！喺呢个三齐尔嘅命令下，伟大嘅奇帕利之树奇帕利沃尔被扭曲成一个恐怖嘅图腾，就好似皇宫外嘅窝巢一样。附近嘅窝巢被用嚟孵化我哋嘅虫群，取回佛尔直克嘅蛋啦，唤醒者，我哋会喺呢度抚养佢哋，佢哋将成为新帝国嘅子民，唔受杀嘅孵化。卡拉西的耳目无远佛界，他们和我分享了他们的知觉。佛尔直克投靠了杀这个荒谬的虫群，利用这些力量来支持他们的进军。他们的战士吞食被污染的琥珀，自称为巨噬堂战士。哇，巨噬堂啊，巨噬堂啊，他们没有未来的了，他们应该被处理的垃圾。而你要在抵达奇帕利沃尔时替我们开始这项工作。是不是你车我过去的？可以，是的。即是这里没了，没东西接了。那你车我过去吧。我换回对鞋先，好核突现在这对鞋。这样才一套的嘛。我们再三一套的嘛。好，去吧，马力克。唤醒者要血就好似水一样，不要同敌人力量正面对抗，随住佢流动，让佢攻击流过你身体，然后趁呢个机会刺穿佢。咁点啊？吓，我以为你车又改，唔系噶，超唔系咧，收爹啊！讲咁多嘢，呢个系哦旅馆嚟嘅。我会提供你住宿，只要你对我哋有用。呢度都有石喎。我希望佢可以唔好咁串。我条气唔顺嘅时候，我就会杀晒你哋噶啦，可以。其实好似依边呢个悚然荒野比杀入侵得最严重，熊猫人嗰啲地方冇咁夸张。喂，又关你事？未死过，我要升 level 嘛。打我哋升啲咩？急速射击额外射多三发，瞄准射击对于生命力高于70%目标额外造成50%伤害，有用啊！呢两招都好有用，花式射击更加有用啦，弹跳多个目标，全部都有用，我点办啊？呢个先啦，呢个我最常用嘅，应该就系。我是不是有个咩有道射击的？我学了未的？死了，我是不是有得有道啲人打我只嘢，唔系打我？好似冇，诶，得闲先再研究啦。
依度有啲沙喺地下嘅，冇啦，依个位降落啦。佢都有依啲 B B 要打噶啦，点都我谂都走唔漏。好远，杀咗啲细嘅先。我哋仲要破坏佢啲卵啊！嗱，而家劲好多。哎，你过嚟，你过嚟，你过嚟，我反而易处理啲。你又过埋嚟，系咪？捞趴冚。开启，我执嘢，执佢哋啲蛋，好。枪射爆你，搞住晒，一粒蛋，哎，呢度有，跟住我哋要入埋中间喎，睇嚟，好烦呢啲细嘢，脆脆地死咗啦你。我在外围兜一个圈好像都冇得，佢系咪就咁入去嘅咋？冇拗到门，呢啲捐到入去就得噶啦。我哋要杀死咗个唤醒者奇塔，就系呢个，冇其他敌人，终止呢个梦压啦。好啦，一枪射爆你个头，搞掂噶啦，终于安静。即刻搞掂咗啦！就系、是、一枪，我话一枪就一枪，我唔同佢嘥咁多时间，俾佢一个痛快嘅了结啊嘛，唔好要佢受苦。跟住我仲要四个恐惧聚合体，哇！這個、呢个咧咁乸大只，喂顶喐咗。有啲虫困，我攞啲咩？披风唔使啦，过嗰边先，嗰边好似多啲嘢打。三隻，齊啦！驚懼聚合體係打依啲啊，是但啦，唔知道。点话点好？执到一个啫，唔系事必有嘅。這個呢个咧，啲人唔俾我执嘅。
系咯，唔系事必有啊。唉，炸佢哋唔到啊嘛！你哋好彩，炸你哋。赚一粒呢度啦，搞掂，搞唔掂呢度，诶呢个唔系，有啦，走得。好彩我哋有直升机啊！你要我行路，我点搞啊？呢度真系飞系好重要噶嘛，飞系一种非常之好嘅交通工具。我哋应该交咗俾边个先？你先咯，搞掂啦！什么？你怎么有办法？唤死者是传说中的英雄，他一定是还未完全醒过来，你运气真是好。切，不比人劲的。好，外来人，信标会对彼此歌唱送出重要的讯息，你的耳朵听不到这些讯息，只有卡拉西相信的人能够听见他们的话。卡拉西亚听到另一个圣堂的讯息，他的呼喊很微弱，失散了在黑暗中，得到他的信号强化才可以。在这个琥珀之光洞穴里面有一座沉寂很久的塔，必须让他再次歌唱，这个是卡拉西的旨意。今次我会和你一起，你要帮助我修复他，带着这块共鸣水晶去琥珀之光和我碰面。我哋刚才从呢个赞菲尔嘅助赞菲斯嘅助手嗰度拦截咗一个讯息，嗰度嘅羊骨工人喺岛聚背面嘅琥珀矿场地下挖咗一个圣堂，立刻去嗰度将佢释放出嚟啊，免得赞直克先将佢毁咗。即系阵间就喺呢度做任务啦，都好啊，好啊，冇问题啊，冇问题、啊。我哋就嚟救晒啲圣堂。他是不是有几个英雄人物的？拿到结晶了吗？我在想，如果你吃了一个下去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他会对你柔软粉红的内部造成什么影响？你不要理他，就变成每日任务了，我们不理他了。奇珀里沃尔曾经很美丽，富含这个琥珀，周遭全是蜂鸟的猎场，他们体型很大，很快就会孵出来，很好，我们可能会需要他们。在训练有素的手中，这矛是完美的武器，只有弱者会去用巫术强化他，而我们 我们不需要这些弱者。今天交了一堆任务，你呢？ Speak, Wakener. 有很多什么？跟我一起飞啊，唤醒者，我会让你看看夺风者的方式。阵间先，为了让我哋对抗螳螂人帝国的努力持续下去，我哋需要更多琥珀。南方的湖底蕴藏住丰富的琥珀，但系嗰个区域住住野蛮的萨乌洛克部族。我冇其他人力可以去做呢件事，你必须去湖嗰度测试一下嗰个部族的力量，削减佢哋嘅数量，并消灭佢哋嘅首领。对你嚟讲唔会系太难嘅任务啦，系嘛？梗系啦，我哋保护浅滩不被飞呢、這个赞菲斯入侵嘅努力已经奏效啦。我哋发现咗另一个埋喺琥珀中嘅圣堂，就系、是、藏喺西南方嘅水域里面。揾到另一个圣堂加入我哋嘅行列系必要嘅。多一个历史上嘅英雄，就可以将战局转成对我哋有利嘅情势。我好想即刻动身前往，不幸嘅系呢度需要我。既然你已经系唤醒者，你可以替我去执行呢个任务。呢啲咧，呢啲系做咩？我每日任务嚟嘅，我要翻翻去头先嗰度，我冇兴趣。城墙附近我都冇兴趣，得啦，每日任务我唔做啊，冇兴趣。咁我哋接下来，哇，三个唔同嘅地区，原来我哋由呢个咁样扫过去，再飞翻过嚟啦，唯有系咁。
Go！ 我以为又系攞埋一堆，不过好彩个地图唔算好大，我哋有得飞咧就好好多。啲矿我哋掘唔掘咗啊？掘咗啦，好似都唔会好危险。嗰个都有啊！好，非常好，就系呢个湖啊！我哋要落湖嗰度打，我好憎喺水里面打。呢个系边个？精英怪。我话同你打咯，又系呢啲水语者系嘛，叫做唔俾你用呢啲招，你唔好麻烦。嗱，又用呢啲招啊！洪流系咩招？补血，补血。喂，依招一定要晕佢喎，冇得咩喎？冇，我冇，我冇新战，都搞得掂。难度系冇嘅。好，跟住冇法啦，潜水啦。你可唔可以俾啲 buff 啊？要我潜水又唔俾 buff。我哋系要做咩啊？呢度杀死嗰啲唔知乜嘢，但我完全冇见到佢讲嗰啲乜嘢嘅。呢度得鳄鱼啫，点解咁嘅？飞下先。哦，喺湖边啫。OK。两个咩嚟噶？奇怪嘅圣物，呢个外表古怪嘅雕刻物上面布满咗复杂嘅语言，可能系出于螳螂人之手。你注意到圣物被轻率咁四处掉喺营地中嘅湖边，或者卡拉西会对呢啲有兴趣啦。咁样谁知道呢？或者可以帮你赢得一啲好处。OK。哦，唔系净系攞头先嗰块，原来我哋系要收集。OK， 好啊，都冇问题嘅，其实。做边度游？哦，喺晒水里面，我闹嘢。唔落水得唔得？呢度都有啊，唔系下下要落水嘅，又点啊？关你事咩？一夜照低你，唔得，照唔低佢。我哋其实杀够噶啦，嗰啲卒仔，不过都系要杀噶啦，继续为咗要执嘢。我
我哋系争嗰个大佬，雾隐轮王叫做，争个大佬未杀。好好啊，睇嚟我哋唔使落水。呢度仲有冇圣物？呢边冇，我兜过另一边睇下先，或者前啲。诶，呢度有。I'm out of range。圣物齐啦，我哋而家争大佬。大佬系病喺火边啊，睇唔到嘅，冇嘅，喺地底呢度冇得捐嘅喎，喺水里面过去啊，冇啊，唔觉得水里面有得入。是有个矿，要怎样入去啊？冇喎，冇窿捐喎。嗯？诶，依个系咪啊？诶，依个系啦，依个系啦。直到你个黄龙，呢度都有个圣堂，搞掂你先啦。我哋无谓嘥时间啦。顶得几多嘢啊你？佢讲咩？有个神秘声音啊！即使喺睡眠中，我还是能够听到佢嘅惊惧、恐惧，掌握咗佢身体同心灵。女王不再适合统治呢个帝国啦。苏醒嘅时刻必然接近，但系佢哋仲未嚟揾我。卡拉西等咩？等我咯！你啲卡拉西都唔系做嘢噶啦。低语声似乎系从呢个琥珀中传出嚟。呢度系咪是否沉住另一个圣堂？系啦，我哋当佢出嚟啦，全靠我啫。如果唔系你哋螳螂人灭族啦，你哋终于我嘅时候到啦。哇，又呕落我度，你 OK 嘛？哦，系啊，卡拉西亚，我等咗好耐先至听到议会嘅声音。我明啦，自从第一次长眠以嚟，许多事情已经变咗，仲有好多事情要做啊！但首先唤醒者帮我取回我嘅力量。How？ Yes， 我嘅责任系效忠卡拉西议会，无论佢哋要求我做乜，都必须遵从。我必须即刻加入卡拉西议会同其他圣堂嘅行列，但我几乎连企都企唔到起身。我必须食嘢啊，唐唤醒者。我感觉到湖嘅北岸生物有。嘅生物有心脏嘅跳动，为我杀佢哋，剩下我会处理。杀我住啊，好啊！要恢复一个刚苏醒嘅圣堂体力，液体琥珀系最有效嘅。这通常喺苏醒仪式中提供。不幸嘅系你似乎冇收到呢个指示，所以我哋得凑合一下。我可以感觉到喺我哋下方嘅湖有庞大嘅琥珀化石，呢啲可以用，但系我太虚弱，冇办法自己掘。帮我做呢件事，我会确保你得到奖赏。即系我哋真系要潜水啦。咁啊，要杀鳄鱼同埋帮佢掘嗰啲琥珀，睇嚟系咁咯。哎，佢有 buff 俾我哋啊，太好啦，应该啊，大佬，应份啊！是不是你自己搞定啊？他说他会处理嘛，是啦，他夹夹他在这里，夹夹了一个。我们是要喂他吃啊，拿了之后。我三粒三粒地喂你，好吗？啊，没错，没人忘记到琥珀的滋味。
过去当世界仲年轻，第一棵奇葩梨树盛开嘅时候，从嗰啲树中流出嘅苦涩哺育咗我哋，我哋称之为奇葩梨，大地嘅命脉。又一粒，好，又俾三粒你食。佢治愈咗我哋受嘅伤，让我哋变得勇敢，尝起来又甜又刺激，并给我哋力量征服其他低等种族。散卫者改造世界之后，我哋种族面临好多威胁，前方嘅道路好狭窄。是我提出建议，让我们最伟大的战士封存在苦魄中沉睡，等虫群最需要的时候唤醒我们。这里都有一粒，原来第三粒，好。每个进入睡眠的人都可能永远无法苏醒，极大的风险，极大牺牲，但有其必要。因此我是第一个圣堂，这也是为什么我是至高者。而现在卡拉西呼唤我们上场战斗了，现在我已经苏醒，我杀了鳄鱼再交任务。我哋仲要杀多三隻，好快啫。争一隻，就系你。搞掂，嗰个都做个矿，我想掘埋佢。好，咁我哋上咗岸先，上咗岸先加入冇稳阵啲，费事佢突然间 cut 咗个 buff。我感觉到力量翻翻嚟我身体入面啦。多谢你啊，唤醒者，呢啲暂时够啦。哇，呢个识讲多谢喎，呢个。跟住呢，去西方山丘上的是什么树啊？西方山丘这个啊？不知道、啊、这个什么树啊？那会是奇帕利扎尔嘛？至高者柯尔文陷入沉默。当我是最后一次在大战中归来，但我还未被拔什么拔提啊？不知道是但啦，即是未被人选拔做圣堂之前，我被赋予种下这棵树的荣耀。原来佢已经成长成一棵咁伟大嘅奇葩梨树啦，但似乎有啲唔对劲。树下有座古老嘅声波塔，带我去嗰度啊，唤醒者，我可以利用呢座塔做进一步嘅观察。OK， 呢度又开始有任务，越嚟越多任务啦，开始四周都。呢度啊，你要嚟呢度啊？咁我要点啊？揿佢。OK。檢查佢啊！檢查佢啦，至高者。係啊，冇錯啊，確實係奇葩利扎爾。為什麼我感覺不到裡頭散發出嚟嘅生命力呢？為什麼我感覺不到苦柏樹液喺佢裡面嘅血脈中流動？我必須檢查依棵樹啊！喚醒者，喺我進行依項任務嘅時候保護我。仲有边度有啊？冇啦，系两只啫，又有稀有怪喎，见到。呢只又系，哦，又系战争赤候，唔打啦。
我而家应该够去打鱿鱼。冇咯噃，冇咯噃，冇咯噃，诶、哎。完成啦，奇巴利扎尔喺难以忍受嘅苦痛中哭喊。伊科树，伊科树啊！依棵树嘅脉络中曾有大量嘅枯柏流动，如今佢只是一个枯干咗嘅壳子而已。奇帕利扎尔快死啦！一个可怖嘅黑暗生物从根部深处污染佢。依棵树已经冇得救啦，但我至少能够减轻佢痛苦。你睇啦，这邪恶生物留下走过的痕迹，痕迹通往佢嘅巢穴。我哋只需要跟住塔后方嘅痕迹走下山丘就可以啦。尽管你有明显的弱点，但我已经喜欢你了，唤醒者。我之所以成为圣徒，因为我在战场上英勇表现。有人说我可以骗过死神，我将这个能力借给你，镇痛疗伤，这可以让你在接下来的任务保护你。跟着痕迹走是怎样跟着痕迹走？你说的是这边？应该是吧，即是这样就入去就啱啦，就是他们的巢穴。系喎，哇，好鬼多蛋喎、啊！呢度黐线，依蛋系边个啊？你噶？依只咧？冰食族母，我哋系要消灭佢，好啦。佢已经杀化咗啦，黑晒。哇哇哇哇！追袭追袭，佢好多 B B 啊！系啦，一跳炸死佢。其实他的 BB 很得意，但是冇计啦，你已经杀化了，你除了死，你冇另一条路。掘埋嗰个矿先，我行远啲先交任务，费事一阵交交下。哦，原来踩嗰啲蛋就会出嚟嘅，咁你啲蛋唔好摆路中间嘛。好，可以交任务啦。多谢你啊，唤醒者。奇帕里扎尔而家可以平静咁做个好梦。然而呢只野兽不过系盛装腐败嘅容器而已，不，真正嘅腐败源头喺更深嘅地方。We are done。我觉得我已经够强壮啦，可以靠自己继续啦，特斯拉。我必须即刻翻去议会报道啊！呢个杀嘅存在。下次我哋再见，应该系卡拉西菲斯啦。系啦，喺嗰度见啦。有冇俾啲咩特别嘢我？冇啊，冇乜好嘢。好，跟住呢个搞掂咗，我哋跟住去呢个先。我哋睇下做埋呢几个。呢个系咪战争称号？唔系喎，灵巧的唔知乜鬼嘢喎，杀咗佢先。佢好似系喺洞穴入面，系咯，佢话喺低处。哦，呢个窿，睇下佢有几咁灵巧先呢、這个。哦，马骝嚟噶。趁住瞓觉嚼啊！我回旋香蕉，呢招要避啊，扣多下噶都。暴走，走到去边啊？用埋啲咩哪吒手段？唔好借啲耳走添啊！你同你讲，搞掂。
哇、哦，紫色添，皮夹咯，但系 call out 嘢。好辣，嗰、那个唔理住，嗰、那个系咩嚟噶？另一个地方。好多稀有怪喎、啊，依度哇两个赞大一战争，一个使者，一个赤球，杀咗个赤球先。对付用猎人好处就系呢度啊，真系，其实冇乜难度打呢啲，唔算多难度，应该话唔系冇嘅。搞定。俾一站啲咩碎片咯，好，头先仲有个嘅，喺边啊？匿埋同你讲，匿喺嗰度。战争使者系咪劲啲啊？哇，骑嘢喎呢个，骑住只大龙龙啊！呢只咧，呢只睇嘅啫喺度，好。哇哇哇哇哇！点解打我？点解打我 ？Oh shit！ 哇！喂，你搞啊？点解会咁噶？佢打我，因为唔系打我只宠物。佢唔打我只宠物，我边嚿去打啊，大佬？再嚟个，搞到啲痰棘住喉咙啊！点解嘅呢？不过可能我哋打佢唔赢，佢呢个其实都精英怪，算啦，我哋继续做任务。唔好亂戰啊！跟住喺依度啦，揾到依個柏光洞穴。What？我哋要打呢、這个翠松烈土黑，将共鸣水晶俾我。你只吃树皮的小不点，我早就知道你唔会单独前嚟嘅。柯尼克，呢、這个就是柯尼克。我以为佢同我讲嘢，小不点。由我嚟摧毁卡拉西嘅宠物就刚好啦，搞掂啦。事情仲未结束噶，搞掂啦，唔使咁惊。佢走咗啦。结束啦！鬼冇用嘅你哋，好高兴你及时赶到，或者你唔似我谂得咁冇用。卡拉西亚正系对嗰个圣堂歌唱，好快佢哋就会知道该派你去边度。眼前仲有其他任务要做啊！每个人都有独特嘅天赋，外来者只系有啲人不如其他人咁明显。
尖刺小径里长有许多年轻的奇葩李树，外来者女王过早抽取呢啲树，亦必须等佢哋长成先至取里面嘅苦葩。加拉西亚要见到呢种罪行得到惩罚，如果你能够杀死伊克直克收割者，佢哋就会好高兴。We are done.砍伐年轻的树是一种罪，但浪费苦柏的罪孽更重。清洁的苦柏没那么强力，但卡拉西需要他才能够继续战斗。我们要找更多苦柏，让他们对我感激不尽，去收集清洁的苦柏。我们会将他们储藏起来，然后成熟的时候就可以食用。即是跟住依度先咯，又系咁，定系佢两边都有？我两边都有嘅，咁得啦。顺便升天赋，我哋升依招嘛，加速。依边就花式射击影响下力，急速射击会让你每次都弹跳多一个目标，就会多目标，但系佢伤害少，15秒最多都入十层。你遠程用一百人觸發速勢代發，只接話你瞄準射擊個為順快，因為呢個我升咗啦。呢個連續升我兩次穩固射擊，加速提高，好似冇乜用。呢個取代避發射，奇比拉射擊。我打兩個目標，造成437，另一個219。但我本身避發射擊係580，本身扣多啲，唔好啦。瞄準射擊都會對住你嘅毒蛇刺釘，我令佢中毒。瞄准射击，即系依招嘛，会令佢中埋毒。呢个瞄准射击急速射击冷却时间缩短10%，十分一，即系缩短2秒，呢个缩短1秒，会升嘅，佢挡住条路，应该始终都要升。呢个先啦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要杀呢啲收割者，应该都系螳螂人嚟嘅啫。然之后仲有装满啲罐子，好。嗱，我哋而家依招追击，除咗第一枪攻击力好高之外，因为佢系啦，本身对于生命力高于70%嘅敌人系额外扣多50%伤害。即是滿血的話，我是扣 1.5倍攻擊傷害。再加上現在有這個毒蛇刺釘，會令到它中毒，我配合這個再將我的，它生命力高於 80%， 它就會扣多 5% 血，那我就越來越厲害了招。所以你見我有時一下 KO 它，殺一下這些出氣先找它，剛才那隻東西打死了。看看你几时肯俾啲好嘢我，唔好用啲咩面容扭曲。哇！俾佢掉中。掂，又系俾个辉技加呢个 reputation， 冇嘅都唔系俾啲咩好嘢，我其实呢啲战争出口真系死都冇用。诶，呢啲啊？我哋做唔做得切呢个添咧？其实我如果可以，我想救晒啲圣堂佢一今集，
长少少咯，都唔系长好多啫，其实。嗰边都有虎爬螺。啊，佢越行越远。争一只收割者同三个虎帕，喂，系呢 target 嚟 target 咯。好，而家争收集虎帕，仲有啲矿啊，攞下啲矿。呢个咧，阻住条路啫，阻住条路都要死啊，冇办法。呢度有啦，應該有幾個。好，哇！佢爭啲死噶啦。呢度咧，就呢度有问号。几时俾嘅呢个赞直黑挖掘咁远嘅？哦，佢系支线嚟嘅，唔系主线任务。喂，过咗龙添。去咗边啊？哦，你喺下面，系嘛？系啦，喺呢度入面啊。点解你唔走出嚟啫？你咁麻烦嘅呢个人，你搞到我跌亲啦！卡拉西对我哋嘅成果好满意啊，外来者！事实证明你比我哋所想更有用。我哋好想同你一齐去，我啫，我好想同你一齐去收集虎珀，但我嘅才能喺呢度咁派上用场。即使是生虎帕亦都有用处，这种时候我们不能太吹毛求疵。卡拉西亚会赏识我这种想法，我会同佢喺，我会同佢哋提你帮过嘅忙，我即系帮我讲好说话啊嘛。你有新颈链可以戴啦。卡拉西亚同我讲过，外来者圣堂就匿喺朝间带里面，但佢嘅行踪已经暴露，佢被蜥蜴人包围。絕不能讓他落入那些長滿鱗片的手中，你要去找他，喚醒他，帶他一起回來。成功之後，在卡拉西亞會對我們感到很高興。即是還有再多一個在這裡。越來越多的，我們做多少個 要喚醒啊，這樣搞。我喚到明早啊，大哥。我以為他三四個而已，是吧？佢原來廿個咪蝦碌，唉，換埋佢啦。朝間帶就依度，我要點啊？哦，我喺架直升機度都可以蕩嘅，出嚟啦！然之後又要我餵你食嘢啦，係嘛？你哋啲麻鬼煩，講到自己好勁，但又要人餵，又要人湊。寫得落嚟未啊，師兄？唉，又嘔羅到。
我在哪裡？你是什麼生物？你是怎樣喚醒我？沒有啊，拿個錘子剝你的褲袍。 Yes, Wagoner。 你看著我覺得我不會是一個好戰士，為什麼我會被選為聖堂？有武器不能被肉眼看見。我有些武器是肉眼看不到的，喚醒者，單憑外表無法判斷一個人。在我做進一步解釋之前，我必須知道你值得信任。在我被保存起來的時候，有某個對我而言很珍貴的東西被藏起來，沒有它我什麼都不是。在我挖出我最強武器之前保護我，這樣你就能夠得到我信任了。好，得了，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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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哇哇哇，你們這些得把口啊，好鬼嘥我時間。我必須快點工作喚醒者，這個區域不安全。咁呢啲咧，佢哋唔會理你噶嘛，係嘛？哇！見到佢捧只蟹過嚟啊！見到呢、這個，你睇下大家幾好朋友，佢都唔理你。突然間進入戰鬥冇啦，點都睇到我。哦，佢用聖光嘅，依個係補血嗰啲嚟嘅，牧師嚟嘅。唉，我覺得是不是要幫他執這些東西？這裡有些這樣的不知什麼東西植物等等，不知有什麼東西，但敵意 OK。 是不是就是這裡？這裡有 pet 禮未受侵擾的土壤啊。唔係喎，你行嚟呢度做咩啊？護送啦，護送咗啦，揾到啦，有呢個武器，我哋就能夠摧毀女王嘅軍隊。真係呢度咩嚟啊？大怪獸？哦，你有隻召喚獸係嘛？嗰啲佢好雄偉啊，係咪啊？嚟我呢度一課喐下。哦，呢啲內憂族喎。呢、這個就是你的咩？科沃克同我上次見到他的時候一樣咁棒喎，佢一定能夠成為卡拉西取一位大勝利。為了真正與科沃克建立連結，我必須在心靈上和肉體上挑戰他。你必須尊敬他的力量和智慧，唯有如此，他才會允許你對他進行真正的訓練。黎倫部族或者很適合用來測試他的能力，而且有你在這裡，他應該不會有危險。此外，這也能讓我們減少他們在這個朝簡帶的數量。欸，為我不然就讓我吃了你。多年來昆蟲一起工作的經驗讓我發展出一個理論，從幼兒開始養大的昆蟲會強化情感和聲波的連結。我獲選為要被保存下来的圣堂时才刚开始训练科沃克，他仍然十分年轻，需要勤勉的训练才能发挥所有的潜力。我将科沃克交给你，但要小心，如果他受到任何伤害，你的小命都没了。首先你得喂食他，好赢得他的信任，附近的乌龟应该就可以。唉，即是杀乌龟，杀那些蜥蜴人。或者我哋救埋呢個聖堂就算，下個聖堂就冇計啦，要下集分曉啦，要佢喺度等下我哋啦。喂肉，燒，接接接。Too far away.
走到咁远啫，系冇鬼分。诶，唔理佢。放防护罩，佢又唔系只只都有肉噶，又系麻鬼烦。唔够近咩？哦，瞄错咗。呢个系咪唔知啊？闪亮亮是我的，冇咯，你要死啊！呢个系咩噶？为什么散乌洛克会有琥珀？更重要嘅系，为什么神谕者希斯尔要咁保护佢？睇嚟佢唔系嚟自于戒备森严嘅赞菲斯，咁佢喺边度嚟呢？或许卡拉西会知道呢个东西有乜用，攞走佢。其实玩落，我觉得螳螂人呢条线咧，比起熊猫人啊、锦鱼人啊、猴人呢啲系认真好多。呢边佢哋严肃啲，熊猫人系最又唔系最嘅，熊猫人系比较友善啦、hea 啲啦。锦鱼人就系和平啲嘅，佢哋好有智慧咁样。猴人就野性啲，但系就搞笑啲嘅，我觉得猴人。歡樂啲嘅件事，喺依度嚟到依個地方就真係開始好認真啊！啲敵人，我覺得，同埋啲螳螂人本身都好惡咧，成件事就好嚴肅咗啲咯。依個嚟噶嘛，應該、那個稀有怪，依、這個係啦，佢有啲僆跟住，我哋睇下點召佢先，召佢就梗噶啦。应该有办法嘅。唉，真系过晒你，过闹嘢，我都唔系好劲，唉，佢啲僆好渣，好彩。喂？去边啊？哇！突然又出现，佢以为咁样可以对付到我，佢好天真啊！佢嗱锁甲啦又，但系好似我件甲始终会升 level， 好似冇需要换佢。我哋肉我哋攞几多块啊？多一块啫，杀咁多只先得一块两块咁样。嗱，殺曬噶啦，嗰啲蜥蜴人，我哋而家係揾龜啊，主力睇下邊度密集啲啲龜，我哋就係殺龜。我哋仲要喂多佢四嚿肉，你冇計啊，係嘛？你冇計。啊，兩個都冇肉，你真係～呢、這个都冇，真系少到咁，你瘦到咁样啊！你哋咁惨啊！呢度有啲螳螂人，好多一嚿，争三嚿。有冇？
阻住曬。哇！原來有個樣喎，呢只植物搞笑。好，又有爭兩塊拿林啦。又冇唔掘啦，嗰個礦掘不完啊！龟龟呢度有，好又多一塊，赚一塊，赚一塊，我 feel 到呢个有肉，耶、yeah ，搞掂。接一接啦，咦，跟住就翻去啦，直接。我哋去睇下佢系想点咯，可能同佢讲完嘢，佢就直接走啦。都嚟到依度啦，呢个唔理佢住啦，支线任务有机会先算啦。佢依個係點啊？哦，喺水底又要我潛水，咁大整蠱，係咪依度嗰邊好似有個凹陷位？過去睇下咯。係咪依度？係，可能係依度。啊！上面升华天赋，跟住系依招噶啦。依度两边我记得都唔系我想用嘅招嚟嘅，系咯，冇啦，咁啊系依个啦。依度都有敌人。What？被發現，咁不如一次過啦。我懶得同你分開打啦，我都好唔好？咚！好，呢個同我講話咩都唔使做啊！我直接喺嗰度翻嚟揾你。蜜月者嘅奇斯斯奇尔翻嚟啦！佢一定会有啲圣光咁样。系啊，卡斯拉西亚议会嘅命令系乜嘢？斯奇尔聆听，斯奇尔遵从。睇嚟三齐尔女王让我哋帝国堕入咗混乱，我哋必须解决呢件事，但首先必须取和嘅力量。取啊！呢种饥饿感，佢哋话过会肚饿得好犀利，但我冇谂过会咁嘅程度。呢种感觉真系怪，呢种虚弱嘅感觉。哇，顶！佢仲要三个人。食物，我需要食物。喺我嘅时代，海星嘅肉唔只能够带嚟力量，仲可以提醒脑，我醒脑提神。我必须吃海星肉。呢度附近浅滩，带一啲俾我啊！等太耐，我会食咗你。在我生活的时代，我是从群中伟大的战士，帮助我取和的力量，我会证明给你看。我闻到附近海水的咸味，而有海的地方你就能找到咸水龙虾人，将他们的味带给我，好让我饱餐他们新鲜的肉。一个战士能够先尝到敌人的鲜血，才可以准备好上战场。我虚弱得无法狩猎，所以你必须代替我去。只有凶猛的掠食者的血才有用。我闻到他们一洞穴外的水里啊，将血带给我，我或者能够让你见识到我称为蜜血者的原因。You are expendable。他说我 expendable， 我不是的。但是不行了，我们真的搞不定了，我们要在这里完了。他几个任务虽然都是这个海域，
但係佢攞嘅數量都幾多，我哋就下集先啦，無謂一次過咁講啦。咁下集我哋可能做完呢個，我會做埋呢個啦。咁橫掂都喺依頭。咁可能呢個島呢一個地圖嘅任務，可能都七七八八嘅係咁。就係咁啦，依度完，我哋喺依度營火，依度過一晚。中意條片 comment share like 同 subscribe， 我哋下集再見啦。多謝收睇啊，拜拜。